说起现在的小姐姐，一个比一个追求好看，对于这一段时间的军训也是一样，闹得是沸沸扬扬的。前不久的时候，教官带头撩妹走红全网，如今又出来了一个带妆军训。就在一所艺校中，一群长得十分好看的小姐姐照片在网络上迅速的走红，原来是因为一个个都长得美若天仙一般。但是细看之下会发现，其实这一些小姐姐都化了一些妆容，比如说 BB 霜，还有眉毛，还有口红等等。最关键的时候，这一位小姐姐居然连耳环都给戴上了，这实在是太过分了一点吧。所以流出了的生图看上去都像是在摆拍一样的好看，实在是丝毫都看不出了这是在军训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拍摄电视剧取景呢。小姐姐就连一个回眸都如此的好看。不过惊讶的发现，这一届的新生居然全是清一色的网红脸，有一些甚至是让人还傻傻分不清呢。对此你怎么看？